来看到艺文活动的消息。自细汉追随赵立行书法学习，伊撇出感念赵立行师尊的教诲，感恩之余特别来举办这场书道书法大典。法务部司长罗英乾赞助伊撇出书法的字迹的绘制，并为伊伫书法字里行间的意境，散发出教化心灵的震撼，盛赞鼓励。伊撇出感怀师尊，伫嘉义市博物馆举办书道书法联展。在书法界有伊崇高的辈分，各校涵养书法进度备受尊重，作品伫嘉义市博物馆典藏。伊撇出感恩教诲，经过萧秋勇先生鼎力资助，将所收藏书法做会展出。一些老板的座右铭，就请壁都哈帮忙书写。那很高兴，就是也因为跟学妹的认识，请她帮忙，因为这个因缘际会之下，也去收集到赵天贤老师的一些很宝贵的作品。那也才了解说，原来我学妹也是师出名门的哈。那说实在，前后对照之下，她确实有一些早期作品。真正的是有赵老师的一些精华所在。法务部司长罗英乾赞助伊撇出书法字迹的绘制，并为伊伫书法字里行间的意境，散发出教化心灵的震撼。那么我们知道啊，咱先来讲字交人差不多，但是吼、哦，我看伊老师的字交人无差不多，他人非常纤瘦，非常清秀，但是伊字开始非常的厚重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厚重之中啊，又带有肉干的飘逸，这个实在是很难想象，很难平衡。所以讲，伫遮我要甲大家介绍，余老师的字，除了具有艺术性、可看性之外啊，它真的是充满着正面的能量，具有很多很难描述。但是力道很强的这个教育性，我印象特别深的，譬如说一下心田不长无名草，那么杏地常开智慧花。心田也好，杏地也好，你长无名草，心就不清净，心就不静静。那么杏地你要常开智慧花，一定要很清净，你才有办法。那么这些啊，当然都需要透过个人的修为修养，点滴累积的功夫。那么看余老师的字，答对会让咱得到这样的一个渐渐之师的功能，渐渐之师的效用。所以讲，伊的字无看可惜，你若看了，甲你保证，智慧长，烦恼轻，菩提生。我跟老师差了50岁啊，那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跟老师一起展览，实在是不容易啊。那老师对我的期待非常深，那不只是在书艺上面，在全人在人格上面的教养也是非常的期待。那我希望我今天的表现呢能达到60分。那我今天有恭请老师来现场。来看看我的作品，也谢谢老师的指导。我这辈子有这个因缘跟他结这个缘是无量世的福报。缅怀感恩之情留于言表，伊撇出愿赵立行欢喜来观展。这场温馨又个非常精彩的书法大展，在嘉义市博物馆展出，欢迎大家来体会中国书法博大精深之美。新闻新闻，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